没来都没事，一来送他个红蓝 buff 是怎么样的？ 啊！哦，好炸哦！本来很优势，直接变成这样是怎么样的？那道具我就死了，好，你等下看。 真的好像他随便打我都要死哎、欸！那李信不会再跑来上路吧？那李信没有来上路，脚不来上路的话，你这个血量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塔皮狂靴，我觉得我刚玩的好他死了，刚好像手残还是怎么样的卡了一下，小心猴子啊 ，Hello！ 哦，猴子被打残了，直接爆破二塔。刚布兰克在推塔的时候，记得这样子一轮流放出触发闪耀剑，然后再 Q 干你啊，来差一点，哈哈哈哈哈！好哟，你谁？你又是谁？ 不要呐！哎呀，摸一下。干你！你们有病是不是啊？哈哈哈！有病就吃药好不好啊？这样也爽是不是？没到干你！
秒，这个火道怎么这么重啊？哎呦！我好硬啊！喂！你们还敢推哦？你怎么敢啊？放烟火，庆祝一下我班杀啊！怎么敢呢、啊？我怎么敢走那呀？啊，我怎么敢走那？这个人用大招是吃龙，真假？快逃啊！快逃啊，兄弟们！哎呀，被勾下来了！啊？怨我哎！干都炸不到人欸，好燥哦！炸不到人，好燥哦！啊哈，这个怎么这么难啊哈！不行，我要成功，现在就是个练习的好机会。从来没有连起来过啊 ，Hello。